变魔术啊，来上道具，呵，来啊，看你这个魔术啊，来吧，可以了是吗？啊，道具如此简单呀，来准备。表演个魔术叫神奇的杯子，大家请看，我这有个杯子，里面呢有一个小红球，我给它起个名字叫淘淘。今天它表现得不错，我带它出来玩一下。现在呢，我要带它出来玩。玩的时候它又变成不听话了，我要把它关到我。好，关。口袋里去了，不听话了。好，音响老师，音乐小一点。关了一会儿，它又变听话了。现在我要把它变回到我的杯子里面，大家请看。哇，好厉害！怎么做到的？还有吗？现在呢，我要把它变回到我的口袋里面。